kiss me on the dance floor. Dance floor. Kiss me on the beach. I can fly, take you fly on all the beaches. Look at my eye, well, what you think is what I got. Hey CJ, come on, let's take a shot. Baby, 一定喝了酒，不然你不会这样甩着你的头。我们的呼吸开始变得很自由，那就都不要害羞。 You know, girl, you know. So party 有一这么久，所有的人像孩子，嗨得没理由。 这里又是音乐台的音乐大来宾，我是主持人郭晓涛。今天请到这一组嘉宾呢，他们怎么说？在上一张的时候，他们说自己老不听电话；这一张呢，他们说经常会在夜店把头甩起来。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 MIC。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MIC。Everybody，大家好，我是约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新。 我是剑刺，我是队长王浩。对，还有一位 P 一个图片在旁边，还有一位瑶瑶啊。瑶瑶，对瑶瑶，那嗨，你好瑶瑶。之前四位打过招呼，先说一下瑶瑶在干嘛？瑶瑶在远方，对，他在拍戏。对，好，那今天就不聊他的故事了。对 ，OK。这次说过啊，这次 MIC 有了自己的新的第一张专辑，其实和音乐台是很有渊源的。分不开，对，分不开。你们爱音乐台吗？ 真的，我们几个绝对是音乐台的忠实粉丝。对，没说真的，就真的，几乎每天有空就要去音乐台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新歌的 MV 啊什么的，而且音乐台都是高清的，特别好。对，所以说你们拿到冠军点击量是你们自己点上去的，是我们看出来的。好了，其实要说的是，这次呢 ，MIC 的歌很厉害啊，新专辑发了之后，单曲 Get It Up 就在我们的这个 V 榜上拿到了冠军，其实也有原因，因为你们的专辑名字叫 V。V 对，原来是这个原因。对，所以说，先讲一讲为什么叫做 V。V 啊，它有很多种意思。Virgin 就是，对，那个起源，Virgin是起源，就是因为是我们的处子的专辑啊，第一张，对，叫Virgin，Victory，Victory 胜利。 对，还有 V 是罗马数字，罗马数字，对，五，我们MIC五个人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啊。虽然没有来，但他有图片，有图片，但他在我们心里面已经他已经活在我们心里。不要乱讲了，好了，其实要说这张专辑呢，应该说让大家对你们的感觉又不一样了。上一张 Rockstar 时候呢，就是大家觉得哇，看起来就是那种很运动，然后呢看起来就是那种刚刚大家觉得很阳光蹦蹦跳跳的男生，这次哇厉害了。 进夜店了，所以说这张专辑的整个感觉是带着一点点这样的夜店的感觉吗？嗯，其实我们想表达的还是一种 MIC 式的舞曲电音。对，而且这如果大家在我们的音乐台上听过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其实挺上口。你像之前的Rockstar 还好，我们在 KTV 能唱《漫游记》，真的我尝试之后只学会一句，MIC 还忙，不经电话。对，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在夜店里听到你们自己的歌曲？其实你知道，其实夜，如果你真的在夜店里听到你自己的歌曲，那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
哦，因为夜店怎么样，因为基本上99%都是在放欧美的舞曲，对，因为大家会觉得只有欧美的舞曲才能带动现场气氛，是，但当如果有一首华语歌中文歌你到夜店去放，那真的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你有在夜店听到谁的中文华语歌？只有在那种二三线城市，对，会听到那种 check now 要 check now。 其实要说的是啊，这次在专辑里不光说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你们有开始创作小新创作最多，然后你也有来一首，然后王浩也有，那剑刺呢？剑刺他写剑刺诗人，所以哎，这次创作要不要小新？你觉得创作难吗？其实创作本身不难，就是但是你创作的时期很重要，这样就是看自己心情而写歌的一点。哦，所以说这张专辑里大概你觉得哪首歌是让你花心呕心沥血做出来的？呕心沥血，对。为什么？对，因为约翰给我压力太大了。啊，是吗？我想着约翰的意思是 get hard， 我一定要写一首舞曲。对，那剑刺呢？剑刺呢？对，然后那个，不要忽略掉，不要忽略掉。Two Bad Girls 那个，能好呢？重点是有剑刺还有瑶瑶的帮忙。啊，他不在就不用说了。有剑刺的帮忙，剑刺的词写的非常。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词啊，一定要亮点。但是剑刺这个亮点抓的真的是。我就黑的不行了，已经。有吗？我的曲已经暗淡了。就暗淡了。真，他有一句词写的非常好，就是我可以内裤外穿带你走。就这一句词，你知道吗？就可能他大家会觉得很搞笑，但是你真的想这个问题，就是我喜欢你，我要带你走，我不管任何方法，我可以让我可以把内裤穿在外面，我不要我自己的形象，我不要带你走。所以剑刺当时是怎么想到的？对，就是也是靠我的启发。对，这完全靠信哥的启发。对啊，那平时在家里的那个作风，他就是内裤外穿的，这厉害，哇，是照着自己写的啊，是这样啊。就是他写完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地板词确实是，我看了确实也是不太好。他自己写，他写的。我这什么？然后我说，他说那你好，你写过，那我试一下。就变成你要不是喝了酒，我就觉得这样吧，完美啊。所以有这么多好歌的。那么好，都是因为剑刺，没有剑刺，今晚我又要破费了。剑刺，你知道我们的后期一定会给你身边打上那种光芒。现在这些东西都不能剪了。王浩，你觉得呢？唱到他们的作品感觉如何？浩哥的和声没有，其实王浩刚才说唱到我们这里还好，但是我们唱他的作品就是压力会很大。为什么？因为他的 demo 已经唱到在这儿，然后我们四个加入进去以后，把歌唱到这儿。就感觉特别对不起他，因为没有，因为他唱功真的是这样的，没有是这样的，对，没过分了。啊 ，MS 变了一年之后，他们变成了互相吹捧的一个团体，完全不一样了。好，那边四个字你们看一下，他一直要给你们看，真是哎，早说呀，好，然后就你们要吃的时候，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食品的提供方新少姐姐群，这个时候是我们的导演一定要说的话，谢谢。对，你知道吗？来之前啊，我当时。我你一来之后嘛，我看我吃在那边，我就拿那个牛肉刚好撕开吃，我们导演就疯了，他说你怎么可能第一个吃这个东西呢？我说为什么不能吃？这是我们送给 MSA 的。我说那不然嘞？他说你 MSA 吃之后我才可以。来一起，一起，干杯干杯！正好瑶瑶不在，来，很久了，我不敢碰。喷沙拉，好的，来，哎，呀，没关系，没事，瑶瑶一会儿吃。啊，停下来，哎，可以，差不多，意思一下就行了。哎，MV 其实要说的是，里面有一辆车，大家就兴趣很有兴趣，是小新借的车吗？偷的，真的假的？所以那个车是怎么弄来的吗？这个车其实，没有没有，说这个车我然后是吧？我也觉得是。啊，那我也来一下好了。哎呦，这个很影响今天晚上发挥。啊，反正就这个车呢，然后真的我很感谢这个，但是现在不方便提他的名字，但是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他，因为我们也要感谢。对，全世界就五台。所以这次也是这个友情来客串一下，让他。对，完全不敢开，就我们站在旁边听那个车的引擎的声音，就像怪兽一样，特别吓人，就像一只那种你撑不住的藏獒一样。哦，就那种感觉。还说到这个 MV， 其实 MV 里面，我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小那个剑刺一出来，哇，艳福不浅啊。那个是我们会有拍摄顺序，然后其实，在拍摄
之前前一天是没有定谁到底要怎么拍，谁后面站多少女的，因为他第一这个有规定啊，因为他第一个拍，所以他就把这么好的福利揽了，就全部都上来了。对对对，那我们到后面就你看我就两个人，就这样，他也不错，我先拍的，没事。谁遭罪谁知道，热呀，本来就穿那么多衣服，哎，毛皮草的还是，真的特别热吗？大爆，特别热，但心里开心，热，然后这还，哇，就我一直在，黏黏的，哎，这是哎呀，这心里真暗爽，对啊，他回来了吗？他回来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当看 MV 的时候说，哇，这个也太嗨了吧，真的是，真的很热，因为你想灯打的，嗯。摄像机拍着，然后你还被摸着，这个特别痛，这就叫逮了便宜还不卖乖的那种。哎，其实你的那一段也还蛮厉害的，那个被女警按在地下，然后那个才叫真的。对，然后他还很不屑的表情，装柔弱，想被摁，装柔弱，就是想被摁倒。其实刚刚我忽然想到，你们在 MV 中不同的角色，你们平时生活里更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我发现你跟汪浩的表示一样。上次我们就讲过了，干杯啊！这个也要干一杯。不要，来陪一个，赞助一个。为了瑶瑶来，为了瑶瑶，好的，瑶瑶替你吃喽。那是太舒服了。有线人跟我说，你应该是在这五个人里面是最讲究的。对别人讲究。对别人讲究，对谁？对自己不能讲究，对别人就别人，你穿不能像我这样，对你不能穿这军大衣，我可以穿，是吗？比如说我今天穿衣服穿的扣子我系错了一个，他就会打我骂我，说你啊，就只要有反光的地方，你一定会去学来的，跟谁？剑刺。所以说你们五个人里面最自恋的是他，都挺自恋的，我你是无时无刻不自恋，自恋的方向不一样啊。自办，自己膜拜，这个词，这个词太牛逼了，这个词太厉害了，自办，总是语出惊人啊！这个词会流行起来的，我跟你说，自办。刚才说过，你们每个人都有，其实性格都不一样嘛。刚才就是在之前有一段宣传视频，里面好像你们每个人设计了不同的角色，对，每个人有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一开始我是前台。然后就是他是唯一一个有名字的角色，对他叫库拉乔瓦，库拉乔瓦，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库拉乔瓦是谁，因为最后那个姚总按了一下说那个库拉乔瓦今天的咖啡有点苦，对，就前台啊，就叫前台，就是前台，对，我们都是没有名字的，那你们都演的什么角色？没关系，他们的戏份都比我多，我演的是一个正准备买饮料，但是缺五毛钱的一个员工，就急得要死的那种。我就是打扫厕所的，然后就扫厕所，然后他就过来问我，有知道 MIC 吗？我就可能打扫厕所有点听不懂，啥事？剧整人家的细节都看过啊，对，是重点，对，就扫厕所的，他是为了看 MIC， 然后在那个厕所里就是待了八年，哇，那和我们那个编导一样，他就是为了 MIC 来到我们音乐台，真的，是的，干杯，我工资得高一点，也就还好，真的。小金呢，你演的是什么角色？自恋的职员，对，自败，好了，其实要说的是这次呢，应该对你们来说演这些不算挑战吧？即兴的那些东西。哦，我厉害，有这个天赋。不用说出来，他脸了。对，说真的不能说。不要挖一下吗？这个地方。我们导演说要什么天赋？就他经常会在家里被派去逼去扫厕所，所以我们的厕所一般都很干净。为什么是派他？小啊，小欺负。明的就因为打豆豆打了4-5年了，就对，打豆豆打完之后就换他了，打次次。你负责扛起照顾他们生活的大旗。我可以啊，哇，说这句话我都有点脸红了。刚才说过演技了，你们现在能不能互相爆料一下，就找一个人爆料，其实他最想演的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性格？我先爆。你爆谁？对，知道，我爆剑刺啊。这次特别想演智障，或者是小儿麻痹啊？为什么？有一点，有好。你为什么喜欢演这种角色？因为他觉得够挑战。哦，这个好假。你是看到范老师的表演之后，没有跟我不挂边了。我都想去，因为我觉得演戏是这样的，就是会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别人的生活。哦，所以说你想挑战这样的感觉？对，就或者是杀手之类的东西，对吧？然后我报了。你要报谁？我报王浩。
一定想演个坏蛋，大反派啊哈！为什么？不，你那样没有挑战，太本色了。那你想演什么？其实我想演一个那个坏蛋。什么类型的坏蛋？啊？杀人放火，色情狂。这是成为这个坏蛋的最基本要求。真假的？所以他平时生活中是会经常使坏的人吗？王浩，那个我们那个专辑的封面。这是他做的，这王浩的主意。啊，是你的主意、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呢？我在厕所里想，然后剑刺在那边扫。对，我是 V， 啊，你是 V。对对，剑刺是那个 V。哦，专辑名。哦，好了，你报一个吧，你报谁？我报一个。对，本来想自爆的。自爆引爆。就报，我就报约翰吧。约翰。约翰其实他拍那 MV 的时候，中间他是故意演技的。故意演技好多次，真的，我们在旁边都在这说，你看不要这样，你看，住手，这个动作有点过分，哇，拿开，眼神，所以说他想演什么嘛？到底是他自己觉得就是那样子被虐的角色，他不是，你知道吗？其实他是最坏的，他平时是对外就是觉得就是说他是天天被受欺负的，他是那种你知道吗？看到别人受欺负的时候呢？赶快！他以前是怎么对你的？赶快！啊，挑事的那种。对对对，火上浇油。对对，现在跑题了。角色呀，角色，你就是这种角色，小人。哦，总结得好。你是演这种经常古代就是这儿找一个痣捏着那个。这跟班儿啊。不好意思，就是我可能比较适合演和声的。和声的。自己找回来。哇。比较就是。有城府，比较有城府。嗯，对，王浩文，我猜透你了，我终于猜透你了，你误解我了。他们是有问题。哎，你报吧，你报小新还是报谁？报小新。小新想演那个古装片。古装片。为什么？他可能就是比较演一些比较古装片的连续剧啊，能够穿来穿去的之类的。穿越性的那种。他因为可能那个是因为我那个 U S Q 这首歌是因为我吃桂林米粉看着古装电视剧写的，然后那段时间我真的很钟爱古装电视剧。你看哪一部那首歌？《宫心计》。我也看过。我受不了。对，是真的很好看。对，我跟你说，你看完之后真的会让你觉得哇，原来。女人间的争斗可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公主驾到》哇，哎，这个我没有看过，太懂了。小金，你平时看这样的电视剧，我以为你会看，比如说美剧啊或者这样子的。他都看，真的假的？所以你想真的想有这种想法去演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真的不做一个公主，做格格，做我是要当演员，我梦想就当演员。对，我跟他都是在进公司之前考了。一两年中戏的人，我可没考一两年，我考两年，好吗？我考两年，不是因为没考上，我第一年是跟他一块考的，因为公司没去，特别巧。第二年我又在公司已经在培训了，我又去考，完了又是因为公司没去，反正就是我想当演员的这个心真的还挺重的。哇，小心，小心真的是想演宫女啊、格格啊，或者公主，从小就有了。我换一个，薛翰他还想演就是类似于《风云》里边的，就是可以。大哥那是啊不是对有招数魔幻那样子演的对我对那种特别向往他不可能的对呀、啊、天天自己在那练对天天在那练对没练那你们俩可以穿一出戏啊那可以穿一下哈对啊小龙女不是太劲爆了那哎瑶瑶呢他不在可以随便讲的瑶瑶你叼像头发其实我觉得你们五个人里面他我是最有点搞不懂因为他平时看起来表情不是很多没关系他也搞不懂自己OK 好刚刚呢聊了这么多有关和音乐有无关的东西啊接下来呢继续和音乐没有关系啊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个人才艺大公开其实呢我觉得对于 MSA 了解的人你知道他们才艺应该各种各样都看过最近你们有没有学到一些新招数跳水啊攀岩但是这是太小了不好演没关系啊可以的大家都接好有没有一些可以比如说新给展示给大家的一些才艺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人唱就是你们喜欢的歌的一小段 OKOK、okay, okay, 可以吗每个人唱一段你开队长别先从你开始当你看着我的眼睛my baby、oh, 几乎会怀疑我所有真心当你看着我的眼睛my baby 如果你要怀疑离我300米、oh,
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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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没事啊，好好好好听，好好好，对不起我没开车，我们坐个地铁，前男友爱开跑车，忘了你和爱情的细节。好好心酸的一首歌，真的歌词好心酸。来，为什么故意唱我那段？我刚才也想到这个，对，我刚才也在想，为什么这段你离不了啊？不是，不对，不对，唱那段你能找到王浩主唱的感觉啊？原来你这辈子已经蓄谋已久了。来，小心小心，哪一首？你唱 You Are So Cute 吧。他们想听。对，你在照顾他们，好受啊。他就不想。你自己吞吞啊 ！MSC 真是一出戏，我跟你说，可以自演自画自导。忘了谁了？再等一下，再等一下，我还没说，我还想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就一生这一次的机会错过就啦啦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立正站好 ，Wanna see，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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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踮起脚尖 ，Wanna see， 哒哒啦啦啦。没有这样狠。来，还有还有还有，来约翰约翰。懂吗？跟起低点关系那么高，没必要。嘿。干嘛呢？这还有手势。没办法。Hey, got a pretty girl. 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Hey, got a pretty girl. 她就是人群之中紧盯着我的 girl。忽然间地不天分，像一双手紧握着我胸口。You know, say you know again. Hey, got a pretty girl. 她就是人群之中紧盯着我的 girl。相信我，下一秒可以叫你 my girl. You save me all my world.专辑就是自由，就是自由。OK， 一起自由。我们好多相同的地方，我发现。好像知道。好多相同的地方，他吃醉了。吃醉了。哇！我以为他会选择公主风主题。对啊。因为现在就那天我睡的，我拍的。什么情况？我在这。到底谁睡的？发型，发型都换我。身上啊，感觉完全不一样。不是，你有那胡子，你就蒙不了。对呀、啊，那你是谁？我是这里的一个，怎么说？推销人员。怎么说？怎么说？推销人员。哇！哎呀，这托是吧？这托。OK， 这是啊，那多一点。不是，这次明明是果盘啊。不，就是他心目中的模板是红色的这杯，是不是蓝色这杯？对，是。你吃的是四是吧？我吃的是还没有开发出来，然后是毒了。